朋友，快快来，科学乐园真好玩，拍拍手，跳跳舞，跟我一起扭一扭，动动脑，玩科学，头好壮壮真聪明。小朋友，快快来哦，大家一起玩科学。好像都怪怪的耶。有哎，他最近都说要去找什么原住民，好奇怪哟。对呀，不知道他在计划什么特别的东西哦。嗯，那今天香蕉哥哥会来吗？不知道哎，那我们叫香蕉哥哥看他会不会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一二三，香蕉哥哥！哇，刚才谁说我怪怪的啊？是谁？啊！不是不是，因为这里常常找不到你啊。哦。哎，香蕉哥哥，旁边那个好像小偷哦。哎，我忘记了啦，他是我的好朋友哦，他叫做原住民哥哥，而且他跟我一样啊，喜欢玩科学游戏哦。那你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嗯，水蜜桃姐姐、哈奇以及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原住民哥哥。那你们一定很奇怪，他为什么要叫做原住民？对啊，为什么啊？好问题，因为啊，我本身呢很喜欢爬山啊，因为爬山啊都遇到很多原住民的朋友，那我不知不觉讲话就会跟他们一样，跟他们一样，我就不知不觉朋友啊就叫我原住民啦。哦，是这样的啦。而且听他说啊，很多原住民的好朋友都喜欢玩科学游戏哦。真的吗？那原住民哥哥，你今天要带我们玩什么好玩的科学游戏吗？今天呢就带大家玩一个叫做窝电流的东西。窝电流，小朋友知不知道是什么啊？想不想玩？想。原住民哥哥，我要提醒你哦。好。我们这边有一个很爱问很多很多问题的小朋友哦。他都会问一些很特别很怪的问题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哦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相信我应付得来的。是谁啊？是谁啊？就是哈奇啊。那哈奇，你现在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玩我们的科学游戏吧。那我们现在呢，问一个小朋友问一个问题啦。这个呢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强力的磁铁哦。这个呢是10块钱。现在原住民哥哥问你们一个问题喽：磁铁可以吸10块钱吗？可以。有些人说可以，有些人说不可以。觉得可以的举手。不可以的举手。哇！不可以的很多。对，不可以哦。因为磁铁只能吸铁的东西。水蜜桃姐姐很聪明哦，是不能吸的哦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的铝箔片，铝箔片。但铝箔片磁铁会不会吸铝箔片呢？不会，因为是铝的。对，应该也不会，我也觉得。真的吗？那我就来玩一下。可是我觉得会耶。为什么？因为旁边有一个金啊，那个铝的旁边有一个金，所以可以吸铁。他说那个字旁边有个金哦。对啊，那小朋友，铁旁边也有一个金啊。那我们请小朋友猜猜看好了。你们知道铝箔纸是什么吗？我跟你说，就妈妈在烤蛋糕或烤鸡的时候会包一种银色的纸，有没有？有。摸起来会咔啦咔啦咔啦的。对，烤肉的纸。烤肉的纸。然后用那个大的拉的那个纸。对，那现在原住民哥哥要问你们说，磁铁可不可以把那种纸吸起来？不行，小朋友说不行。真的不行吗？那哥哥觉得不行。真的吗？那哥哥就玩一个好玩的东西给你们看哦。好，这个是强力磁铁，这个是铝箔纸。真的不会吸吗？我们就来看看哦。好，一二三。他真的没吸啊。再看一次哦，再看一次哦。一二三。好像有吸起来，好像翻跟斗又跳下去了。你是说把它吸起来一下一下这样哦？对呀，有没有吸起来？有，不然有些说没有。可是那个只有一下下一下下的直接也算吗？再一次，我们再看清楚一点好了。好，再看清楚。好哦，再看清楚哦。好，眼睛睁大看哦。有翻跟斗
跳起来翻跟斗。哎，真的耶。好，这个呢是因为铝箔纸啊，那我们现在用这个，哎，我们原住民啊最爱吃的就是山猪肉片，那这个山猪肉片呢是用纸做成的哦，那它会不会吸呢？会不会？不可能，不会。我觉得刚刚那样子哦，拿起来翻跟斗，纸片一定也可以，因为只有一下下。而且可能是那种吸引力啊，里面这样刚好吸住空气宝宝的关系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哦，看看到底是哎我们的山猪肉片到底是可不可以的啦？一二三，哎，有一点点吗？没有没有。我有一个好方法。好，给你玩玩看，不是吐口水啦。一二三。也不行啊！哎，是的，真的不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那水蜜桃姐姐，你来试试看这个锡箔片。好，一二三。哎，有一点点哎，真的耶！会不会跳起来？会耶！那试试看这个纸，弹珠肉片纸都不行哎。对啊，一点都没有。好奇怪哦！哇，原住民哥哥真的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好棒，我帮你拍拍手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对呀，好吧，就告诉你们一点小小的科学观念哦。嗯，这个呢，因为铝箔呢，它本身是一个金属，本身是一个导体。那这个呢是强力磁铁。当我们的强力磁铁啊，如果快速的在这个导体上面移动的话，它呢在这个铝箔纸上面呢就会产生了一个电流。一个涡电流，电流，那这个涡电流呢，就会产生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呢，就会使它往上升，往上升，往上升哦。好，那为什么纸不会？因为纸不是导体啊。哦，它不是金属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两个来试试看好不好？好，说不定我可以把纸吸起来。小朋友们加油！小朋友你们觉得？对啊，你们觉得我可不可以把纸吸起来？不可以。好，你们来试试看哦，帮我数一二三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嘿，还有真的没有？再一次大声一点，一二三，嘿，哎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仔细看哦，一二三，哎呦，你偷偷吹气的，不行哎，香蕉哥哥，那你又要看这个铝箔纸，铝箔纸，帮我数一二三，来。一二三，哇，吸得好高哦！香蕉哥哥管比较厉害哦。再看一次哦。一二三，哇，真的耶！哇，好好玩哦！原住民哥哥，你怎么会这么多颗学游戏？你好厉害哦！那学过了就可以自己在家里玩哦。而且这你有所不知哦，原住民哥哥啊，可是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里面当大哥哥，教小朋友很多科学游戏，对不对？真的哦。那去那边就可以找得到你，没有错，在那边就可以找到我咯。那我刚才看到旁边有一盘水耶，那要用来做什么呢？一样的哦，我们这边也是一个检测涡电流一个小小的小游戏。怎么用？怎么用？一样，我们要用到我们的强力磁铁哦。来，我们把过来一点。好。好的，我们刚才呢一样的，我们现在呢这片啊，这片呢手上拿的这片呢是我们的铜片。铜片我们把它丢在水上面之后呢，它就会浮在上面了。浮在上面之后呢，它就静止不动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用我们的超强力磁铁，我们用超强力磁铁在这个铜片上面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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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就会跑过来了耶，像小船一样哎。那你可以把它弄回来吗？可以啊，再看一次哦。我是没有，我的磁铁没有靠近这个铜片的哦，它就会跟着我走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要试试看。它没有碰到铜片呢，就会跟着走。给桃姐姐试试看喽。那让它往这里走好了。嘿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真的哎，它缓缓的移动，跟我的这个磁铁的方向一样哎。哎，水蜜桃姐姐，你可以用快一点，对，用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它会更快哦。水蜜桃姐姐。我看还是我来好了，我来试试看啊。香蕉哥哥，那你们要帮我加油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开始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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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真的耶！带你过来，带你过来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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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！真的可以耶！好好玩吧。为什么用这个在水上的这个铜片也可以这样子啊？
对啊，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啊，我们磁铁在导体上面在移动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涡电流，这个涡电流会产生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啊就会跟着磁铁是同样的方向，那这个铜片呢就会移动啦。哦，所以因为铜片也是金属才可以这样，那锡箔纸会不会？锡箔纸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，纸就不行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那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平常啊买东西用的那个铜板可以吗？铜板那么重，我不知道，应该会沉到水里面。铜片比较轻才可以，对不对？嗯。大哥哥，那如果还有小朋友不懂的话怎么办呢？我们有准备动画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动画非常漂亮哦。那我们来看动画吧。科学小原理，一起看仔细。我们用磁铁用力拉，锡箔纸会吸起来，那是因为磁铁靠近金属片向上拉，会产生漩涡的力量，这样漩涡就可以把金属拉起来。哇，涡电流真的很神奇耶！那香蕉哥哥，你们还要准备什么样的游戏呢？对呀。那原住民哥哥，你要准备什么样的游戏呢？我们还有很多的游戏要让小朋友来玩，但是呢，我要去找一找哪一个比较适合你们的哦。啊，不是还没准备啦，是要找一个最特别、最好玩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好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哦。疯狂玩科学，加油！加油玩科学，加油！哎，香蕉哥哥，为什么要吹头发？你刚被雨淋了吗？没有啦，刚才原住民哥哥说，等一下的游戏跟吹风机有关系哦。啊。原住民哥哥，你等一下要去收垃圾吗？对呀，原住民哥哥，为什么要拿垃圾袋？哎，对，我们为什么要用吹风机？还有这个垃圾袋，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垃圾袋天灯哦。垃圾袋天灯怎么玩？好，就教你们怎么玩啦。哎，这是我做了很久的大垃圾袋，把它做起来的哦。好，那麻烦水蜜桃姐姐呢，帮我们拿一只吹风机。好，一只吹风机。好，那麻烦你们两个把吹风机给它打开。好，哎，对，打开之后呢，就把从这个灌进去，哎，从这个小小孔灌进去，哦，一直灌进去就好了吗？哎，对的，哎，那在灌进去的时候，小朋友跟爸爸妈妈要一起做哦，因为这会烫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在家里玩这个实验的小朋友，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哦。哎，你看像灌气球一样，它已经变大了耶。可是香蕉哥哥，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嘛。对呀，好像灌饱了。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灌饱了，灌饱了，会不会破掉？啊！继续灌，继续，还没，哎，好了，啊，放上去了，耶！这就是我们的，像一个大枕头被起来了耶！垃圾袋天灯有没有看过？好好玩呢！小朋友，原住民哥哥厉不厉害？对呀，是不是吹风机里面啊？是不是吹出来的气是热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们用这个热空气啊，热空气会往上升的原理啊，就可以让这个天灯往上飞喽。哦，那我们应该请小朋友来试试看哦，是不是里面的空气宝宝真的是热的哦？嗯。哎，我摸摸看，哎，真的温温的，来，妹妹要不要摸摸看？手头伸进去，里面的空气有没有感觉热热、暖和暖和的？对不对？还真的，我知道，就是像我们平常啊，放天灯里面不是要点那个火？哎，是的，这个热空气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嗯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就像热气球一样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那小朋友想不想试试看？来，两个人一起把吹风机放进去哦。好，打开。打开。一二三，来帮他们两个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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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个天灯吧，好，那小朋友回去坐好。好。
对呀、啊，好好玩呢、哦。原来啊，用热空气啊，把整个热射袋灌饱之后，里面就充满了热空气宝宝。没错。那如果我们有时候吹风机有冷风啊，是不是如果看到冷风吹里面的话，那个气球可能就不会飞起来？真的就不会咯，只有热空气才可以、哦。没有错的啦，香蕉哥哥。你们这个才没有什么了不起嘞，我有一个法宝，你等一下哦。你有什么法宝？哈奇有他的法宝，你们猜是什么？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我的法宝。这个好像漏斗的东西。哎，那原住民哥哥，你看这是什么啊？我想一想哦。哎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呢也是运用我们的热空气往上的原理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好像有在夜市看过这个东西。我也有在百货公司玩过。是不是用手啊？对，把你的手握住。然后你们看哦，看上面哦。要仔细看里面的东西哦。哇！要喷出来喽！耶，喷出来了。有没有喷出来？哎，真的耶，那个金鱼好像会喷水耶。哦，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手会有温度，所以握住下面？所以那个水就会往上跑，对不对？嗯，对耶。那你看，我把手放开，它就停了，就停下来了，就不会有喽。哇，水蜜桃姐，你来试试看，玩玩看，我来试试看。对的，耶，喷出来喽，好好玩呢、哦。那我反过来的它还会往上吗？反过来的话，应该就不会喽。怎么？哦，就像倒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可是我有玩过哦，我在家常常玩，把手放在上面，然后上面的水就会慢慢往上。没错，水蜜桃姐姐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摸上面那个水呢，就往下掉喽。哎，真的耶，好神奇呀、哦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看这个瓶子啊，是被封住的哦，所以里面空气宝宝在里面，当它遇到热度的时候，空气就会膨胀起来，就变大，所以把里面的水往上面挤，对不对？啊，对的，是的，嗯，香蕉哥很聪明哦，嗯，那小朋友想不想试试看？想，那我们请小朋友来玩看。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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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玩哦！我们帮他拍拍手吧。好，那我问你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它会这样喷起来吗？因为你的手是热热的还是冷冷的？热热的，所以热热的啊，摸到瓶子，瓶子变热热的，里面的空气宝宝也会变热热的，还是变冷冷的？热热的，热热的，所以这样就会让里面的水往上喷出来哦。哇，小朋友都懂了，学会了，谢谢你。那要再找一个小朋友玩玩看吗？好，那这一次找一个小男生来试试看。耶！往上升了没有？加油加油！有了有了！金鱼喷水了！耶！啊，加油！成功了！哇！有没有喷出来？你刚才手时候搓一搓的时候，变热热的还是冷冷的？热热的。热热的，所以啊，也可以让瓶子里面的空气宝宝变得热热的哦。好棒哦！谢谢你。玩具也是因为这个关系，这个原理。对啊，其实很多玩具都是利用科学小原理去做的哦。好，那如果还有小朋友不懂的话怎么办呢？我们有准备什么？动画。没错，那我们来看动画吧。科学小原理，一起看仔细。哎，我们用吹风机吹袋子，袋子会往上飘，那是因为袋子里面是热空气，热空气比较轻，所以会飘起来。而我们握住容器，因为里面的空气膨胀，就把水往上推咯。小朋友，你学会了吗？哇，原住民哥哥，你真的很厉害耶！你那当然咯，他可是我的好朋友哎。所以小朋友，我们今天也要一起说谢谢原住民哥哥。谢谢原住民哥哥，原住民哥哥拍拍手。谢谢你们的啦。那原住民哥哥，时间快到了，下次你还会来吗？可以啊，一定会来的，会来教大家玩很多的科学哦。那如果小朋友有科学的疑问，想去找你的话，要去哪里找得到你呢？可以到我们的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来找我哦。对啊，听说那边还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在教小朋友玩好玩的科学游戏哦。是的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水蜜桃姐姐、香蕉哥，大家拜拜。哇，那小朋友今天玩的开不开心？
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柳丁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这边有一个订阅键，按下去就对喽，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可以按这边，等等，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哦，要常常上来看我们哦。